新庄区公所举办2023新庄巨幅迎祥兔名师挥毫赠春联的活动，特别邀请到新庄书画会的名师亲临现场，为民众写下心中所想的吉祥新年字样，可以让民众带着大师墨宝回家贴春联，除旧布新。每一个旗长在这边要代表所有游市场这一个祝福大家，那新的一年即将到了，那新的一年到来的之前，我们就是要除旧布新，所以我们大家拿完这些名师挥毫的笔墨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去除旧布新。我们把旧的春联可以把它拿下来以后，贴上我们新的春联。区长也特别展现书法才艺，跟现场的名家们共同挥毫写下新庄巨幅迎祥兔，为民众祈福。另外，区长还特别跟现场民众介绍新北市政府今年精心制作象征财运滚滚的兔吉利来春联。这个叫兔吉利啊，台语就是啥？吉利的哦，兔吉利吧，哦，台语就是兔吉利吧。阿妈妈讲，兔吉利啦，就是探吉利吧，哦。买三用第二支开始念哦，这啥？钱啊，利益。钱利来富，钱利来富，啊，马上要变三十开始啊，利来富。不管是市府精心制作的兔年春联，还是名家墨宝，前来索取的民众都相当踊跃，就是希望在兔年讨好预兆，平安顺遂一整年。以上新闻，记者林正杰，新庄采访报道。